我们怎么去连接这个小米扫地机器人 3C？ OK， 首先呢，打开你们手机连接 WiFi， 必须要是 2.4 的 WiFi， 不能 5G WiFi， 必须要 2.4。连接了 WiFi 之后，到了这个小米 Home， 按进去注册一个 account， 注册好了在 Profile 这里 Setting Region 必须要是 Chinese Mainland， 然后就可以添加设备的 Device 这里按加 Add Device。然后找扫地机器人，假如这里有出来的，你们直接按这里就可以了，假如没有出来的话，你就要找对那个设备，去 under robot vacuum， 按 new product， 找到 3C 了，按这里一下子又教你怎么去 reset 扫地机器人的 wifi， OK， 按在这里99两粒一起按，重置 wifi进入网络配置，他会说重置 WiFi OK 了之后按 Reset， 这里选择家里的 WiFi， 家里的 WiFi Password， 按 Next， 开始连接网络，请稍后。记得第一次把扫地机器人靠近路由器就 OK 了。连接成功。好，连接成功。可以了。